主料：猪肉250克，猪皮冻250克，饺子皮350克。辅料：生姜、葱、料酒、酱油、白胡椒、盐、鸡精。所有材料除饺子皮外，全部放入料理机打成泥，倒入碗里备用。饺子皮周围一圈，用擀面杖擀薄，中间放适量肉泥，一手捏一边打折，一手转包子。水开后，大火蒸五分钟，趁热蘸陈醋吃。烹饪技巧：猪皮冻就是猪皮刮去白色油脂，切小粒，放入料酒八角生姜，跟清水高压锅压20分钟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